好，大家好，我系秀秀李秀文，饰演嘅角色系叶木真，系一位舞者嚟嘅。咁佢系又有自信啦，又中意挑逗人啦，然后又好开放嘅角色嚟嘅，咁同我本身嘅性格好似嘅。大家好，我系 Connie， 我系饰演润如族嘅韩诗雅。<笑> Hello， 我系 Lily 企鹅，咁我饰演咧系魔术族嘅无情女娃，我哋系 SUG。咁又会啊，一阵间你就知噶啦，系啊。千祈唔好离开会场啦。系啊，千祈唔好离开会场。你就见到噶啦。系啊。 Hi，好，我系沈正耀 Estelle， 咁我嘅角色咧就系兽人族嘅尤莉嘅。哦 ，Hello， 我系 Toto， 我系地底族嘅姚飞。Hello， 我系 AD， 我系炼金族嘅机师。哦，因为咧 cosplay 造型打扮咧系会喺我哋嘅 F27 先会见嘅，咁咧即系你睇完我哋跳舞就要去我哋嘅坑下啊嘛，我哋边系咁快俾个底牌嚟睇嘅啫。 嚟緊係有打算嘅，希望公司可以俾到機會我，我都想為公司呢一拍呢個漫畫寫歌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antis， 我係喺望族之戰扮演永世族嘅雪千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EO Yuna 張子璇啊，我喺望族之戰入邊咧係扮演緊精靈族嘅靈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my， 我叫張子盈，我喺望族之戰入邊咧係扮演呢一個神學族入邊嘅卡米爾。 哇！呢個問題真係，其實咁第一個 impression 就一定哇好多人，然後緊張，因為都要跳舞啦頭先，所以好擔心咁多人喺台下望住自己，我會唔會有啲咩甩漏咧咁樣？我覺得有啲興奮啦，但係都有啲緊張，因為第一次飾演呢個香港漫畫嘅 cosplay 角色，咁希望唔會飾演得咁差啦，都好開心可以同一班女仔一齊表演嘅。 咁我都好開心嘅，因為人流都比較多，係啦，咁就好開心我同其他8位女仔一齊參加呢個望族之戰，係啦。咁<笑>我哋梗係事先有準備過 dress code 啦，咁樣我哋摸落去個台上面嗰個視覺效果會點啊？我哋有事先準備好 dress， 可能有啲女仔就黑裙，有啲就着白裙，咁我着白裙啦，Center就黑白色啦，係啦，啲人都着全黑嘅，咁就大家唔同，有啲一體性咁樣咯。 係啦，咁另外就係因為我哋本身我哋個造型都比較複雜，係啦，咁我哋就選擇用一個輕便嘅服裝去試人，然之後另外我哋落咗台之後咧，我哋陣間就會去換翻呢個造型服去同大家見面影相咁樣啦，係啦。 咁多位可以都俾個 hi 啊，揮揮手啊嚇，咁多位係啦。 儘量埋多少少啦，系啊，好預備啊，呢度咁多位啊嚇，系，好，四個 hi 系啦，冇錯，系啦，好。慢慢轉過嚟。